强风 ，Energy 的第二个家，我们回来了，我是阿迪。我们约定好11月23号在室内体育馆再见，好吗？我是苏伟。你哭完了吗？嗨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大家好，他是他。我们身为新加坡人都懂，因为我们知道 Toro 哥之前在新加坡拍电视剧《任我遨游》的时候也待过好长一段时间，也很熟悉新加坡，再次回来他肯定很感动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他。而且刚刚有粉丝说，为什么我们就是越老越帅？但是应该，我觉得应该换一个说法，有吗？就是说我们一直越帅越老。